今天我感觉我的智商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你们先看看。哎呦我操，隔空都能。你指定是有点毛病。操，竟然还有人一本正经的出来教学。只教一次啊。这还没完，紧接着就有人说三角的这个勺子设计的有问题。你照相就是命儿。我他妈更服气的是又有人出来教学。哔哔哔，好了。接下来各种老雪山就开始了哦，比如这位北方馒头，原价1.5一个，现在特价两个只需要3块钱。玩的呀，你这是不是欺负老子没上过学啊？还有人抱怨说塑料胶的饮水机，哎，也有毛病。这你别笑。不是，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帮人他妈的出院证明到底是谁给你开的？还有更过分的，有人问，请问苏联是如何做到至今无一人感染新冠病毒的？苏联，你可能不知道。我们大秦也一个人都没有感染，你都不晓得。还有人问，请问贝多芬为什么不出新歌了？有人。李白为什么停更了？不是，这他妈唐诗三百首不够你背的还是怎么的呀？你这精神病了你还是个啊？最气人的是有人问，女娲为什么不给我捏一个女朋友？请问你不配，你这个渣渣，呸！